今天有哪些事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所以今天有哪些事呢？请看小黑屋。Thank you.
那个一条龙，那个可以吗？上次我们还说李小龙那什么，你记得吗？那个那个衣服。他问我在问这些英语单词，所以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变声器。妈妈从小就告诉我，把他打进去，他就自己打了。妈妈第一次跟我说起她年轻时的梦想，是我第一次跟我说我想上歌手。我脱了，妈妈曾经梦想过当画家。莫奈。到了20多岁时，你问我。还有学校挂了，学校挂了。后边吧，还有你。哦，还有我压火哎。小宝哥也出去了，小宝哥。小宝哥要火呀，火呀，火了。火了，火了，火了，火了。哈哈。当时没钱，公司没那么多。对，扫地一套，白衣服一套，还有一套。还有那个城堡顶上。对，那套，那个小睡衣那三套。听你说话，我没有注意到，不是这个东西。是你没看过。爸爸，现在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其实可以看一下，我跳这个舞是我觉得我平生跳的最好的舞，我跳舞没跳好过。到最后横看的时候再算，把我们三个出去。哦，就八个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高考的那个王源就是多少项？选三，好，一把扇子，真不知道。是，黑色加粉色，黑色，我是粉色加白色。粉色同学。黑色加白色。哦，灰色，那就查的。算了，差不多。没事，啊，差不多吧，那就吧。强哥进了几个？强哥进了三个，强哥进了三个。还没有三个。跑差点被车撞，所以叫他一路跑过来。打到台湾时间，这个
不是，我们是晚上的现场。就是晚上。六天还没黑呢。当时我们对九点九点，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人接呢。那我们开场，这久了好吗？反正没有按台，好心方法睡不着觉，就这款吗？玩手机。对呀。哎，好像我也是哎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哎。碳水必须怎么办？我肯定啊。手机分什么？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当然了。最更快的。这个没看过啊，现在这个没看过，好多都没看过。现场证明那个现场吧，我们已经做到这么快，来做到十天级了，我们随意了。好漂亮。永远在不断循环的更替，这一个已被肆意的掩盖痕迹，说不缺就伸手你心跳一下，导演导演跳一下，导演跳到炸弹那块，炸弹炸弹炸弹，后面后面，炸弹炸弹，最后最后，跳后，对，好，放样导演导演放样，放样，放样。噔噔噔噔噔，这本来就没锅呀。我把这炒锅给你们，我把这。2023年的8月6日是星期几？谁往后过啊，导演？好了，下一个环节。